家好，欢迎来到学国学网文化课堂，我是赵立民。世说新语三十讲，带您领略魏晋风度，活出自己精彩人生。谈起魏晋风度呀，那自然不能不谈竹林七贤。而竹林七贤代表性人物啊，就是大美男大帅哥嵇康。嵇康的吸粉率啊，绝对远远高于其他人。这不仅仅是因为他才华出众，广陵散爵，更在于这位啊长得实在是太帅了，太好看了，是美男子的代表。而且这个美男子啊，和我们前面讲过的魏玠、何晏的病态美、女性美还不完全一样。嵇康属于长得比较阳刚帅气、高大挺拔、英姿飒爽、玉树临风的这样一类人物。我们首先来谈谈嵇康美的第一个特征，高。一个人个子长得高，自然就高大挺拔。高，竹林七贤当中呢，有两个人呢形成鲜明的对比，一个是嵇康对刘伶。因为嵇康长得高，刘伶长得矮。刘伶的身高前面我们讲过，只有身长6尺。一个长得美，一个长得丑。嵇康长得美，刘伶长得土木形骸，貌甚丑翠。一个玉树临风，一个土木形骸，一个英姿飒爽，一个貌甚丑翠。所以我有些时候呀，对竹林七贤这个 party 特别的不理解。我始终搞不清楚竹林七贤这七个人到底是按照什么组织原则、什么样的标准、什么的思想聚集起来的。因为照理来说，入会呢是要有一定的标准的，要么有一样的财富，要么有一样的权位，要么有一样的相貌，要么有一样的家世，要么有一样的才华。但是竹林七贤呢都不是，没有一个能够让大家看得清楚的标准。后来我想明白了，也许没有标准就是唯一的标准，就是最高的标准。那么这个标准就是默契，就是神，就是思想高度上的一致，觉得好就把臂入林，已经不在世俗的层面上了。所以有的人呢老死不相往来，有的人一见如故，一见倾心，相见恨晚，感觉很熟悉。比如《红楼梦》当中的贾宝玉和林黛玉，初次见面竟觉得颇有眼缘，好像在哪见过。这种感觉在我们今日的生活当中，人与人往来啊也是常有的事情。您比如说嵇康和他的死对头钟会，那么两个人长得都很帅，都很有才气。按照我们的理解，嵇康和钟会应该是志同道合之人，应该在一起。嵇康怎么会和形貌丑翠的刘伶混在一起呢？但是事实或者史实就是这么奇怪。但不管怎么样，嵇康是一个个子非常高的人。那么自汉代以来，史实中描写人物呀，身高就是非常重要的一项。您比如说《史记·孔子世家》描写孔子，说孔子长9尺有6寸，人皆谓之长人而异之。我们今天形容一个人个子高，我们称之为高人，比如姚明，高大的人。但是古人形容一个人高却不用高，用长。我很怀疑古人量一个人的身高是不是让他躺下才去量的。那么长人其实就是高人，孔子是高人，孔子是长人。后汉书郭泰传，郭泰也是汉末名士，身长8尺，容貌甚伟。身长八尺，个子也非常的高，容貌甚伟，就长得特别的有威仪。那么《后汉书·赵一传》中记载，赵一的相貌是体貌魁梧，身长9尺。那么身长九尺和《三国演义》当中对武圣关羽的描写是一样子的，关公丹凤眼，卧蚕眉，五柳长髯，身长9尺，面如重枣，胯下一匹赤兔千里马，
手中一柄青龙偃月刀，绿袍着身，望之绝对是阳刚美男子的代表。那么赵一的身高和关羽一样，身长九尺，且美须毫眉，胡子特别漂亮，眉毛特别重，望之甚伟。那么这样的男子汉有英雄气概，这是阳刚之美。同样，《三国志·诸葛亮传》对诸葛亮的身高也有描写，说诸葛亮身高八尺，犹如松柏。那么不仅高的问题了，那么诸葛亮长得绝对不是弱不禁风的样子，应该像松柏一样魁梧。那么这个其实颠覆了我们对诸葛亮这个谋士形象的认识，可能诸葛亮长得更像一个武人，或许有这个可能。那么《世说新语》当中对嵇康这种伟岸丈夫的形象有描写，其实不止嵇康，整个魏晋时期对一个人高大的形象，而且皮肤白这样的伪丈夫都有描写。所以本回当中玉树临风的可不止嵇康，是为了和魏界何晏这样的阴柔之美、病态之美形成鲜明的对比，避免大家误认为魏晋风度对美的追求只是一种娇滴滴的、一种娘娘腔的美，那是不正确的。我们应该全面认知。您比如说《世说新语·容止门》当中谈到了大帅哥、美男子夏侯玄，玄学家。那么魏明帝就是曹睿呀，使后帝毛曾与夏侯玄共坐，时人谓蒹葭以桂树。这个魏明帝呀，曹睿的小舅子叫毛曾，这个毛曾呢没有眼色，或者毛曾呢经常呢喜欢陪衬别人，长得歪瓜裂枣且不要紧呢，非要凑到大帅哥夏侯玄身边，结果给人抓拍，留下了这么一句话：妾美其名曰蒹葭以玉树。谁是玉树啊？显然是大美男夏侯玄呢。谁是蒹葭呀？蒹葭是一种草啊。那《诗经》当中有蒹葭苍苍，白露为霜，蒹葭类似于芦苇的一种草，那长得不仅矮，而且漂浮不定，相貌楚翠，当然是把这个毛曾称之为蒹葭。这俩人站在一块儿，真的是以毛曾的丑更加烘托了夏侯玄的美。那么夏侯玄几乎把大帅哥的两大标准都占了，一个是白，另外一个就是本讲当中特意提到的高。紧接着有人就对夏侯玄的相貌和容颜进行了生动的描写，说时人目夏侯太初，朗朗如日月之入怀，李安国颓唐如玉山之将崩，把夏侯玄比作日月，而且朗朗足证其白，把李峰比作玉山，则是形容李峰白且高的另一个比喻。至于阳刚美男的代表玉树临风、英姿飒爽的嵇康，则有另一则经典进行描写。那么嵇康身长七尺八寸，到现在我才点出嵇康的身高。有朋友说，那按照前面谈到的赵一身长九尺，孔子九尺六寸，诸葛亮身长八尺，那么嵇康的身高似乎也并不卓著啊，也并不出类拔萃呀、啊，身长七尺八寸。我们讲不是越高越好，而是高到了平均值，高到了恰到好处就可以了。七尺八寸相当于今天一米八几的个子，将近一米九，这绝对是个子很高的人了、啊、风姿特秀，见者叹曰：萧萧素素，爽朗清举。或云：素素如松下风，高而徐隐。山公曰：嵇叔夜之为人也，炎炎若孤松之独立，其罪也；巍峨若玉山之将崩。这个《世说新语》描写嵇康的美啊，描写的恰到好处，不仅有静态之美，描写了嵇康的白高，而且有动态的美。静态和动态相结合，说明嵇康这个人高大挺拔，
如山崖间傲然独立的青松，就连它最早的时候也是风光无限，宛如一座巍峨的玉山将要崩塌了一样，真是醉是美，醒也是美，怎一个美字了得。据《晋书·嵇康传》记载，说有一次啊，嵇康自己上山采药，他在密林岩泉之间流连忘返，夕阳西下的时候呀，有一位樵夫，就是打柴的人呢，背着柴火下山回家，在落日的余光当中呢，看到了嵇康在山崖间采药，衣袂飘飘，气度非凡，一个愣神儿，还以为是遇见了神仙，连忙抛下柴火拜倒在地，长跪不止。还有一个典故呢，叫鹤立鸡群。鹤立鸡群讲的不是嵇康，而是嵇康的儿子嵇绍，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嵇康在人们心目当中的美好形象。我们说嵇康广陵散爵，把他的儿子呀托孤给绝交的朋友山涛，山涛呢不负众望，把嵇康的儿子嵇绍呢抚养成人，并且推荐到朝廷做官。那么嵇绍出来的时候呀，就是嵇康死后20年呢，这个嵇绍呢在山涛的举荐下赴洛阳为官啊。有一次有人在王戎啊，也是竹林七贤之一，且是竹林七贤当中最小的一位，这个面前呢就赞美嵇绍，说你看呐、嵇延祖，延祖是嵇绍的字，说嵇延祖这个人呐、天资卓著，在众人之间呢就像野鹤在鸡群当中一样，这就是鹤立鸡群的出处。我们说嵇绍就像这个仙鹤在鸡群当中，由此我们可以推知嵇绍的美啊，的帅的白。那么王戎听了颇不以为然，因为王戎见过嵇康，然后王戎呢就说了一句话，说君未见其父耳，言下之意他儿子虽然美，但是嵇绍比起他的老子嵇康来说，那真是差得太远了。所以嵇康的美是超凡脱俗、绝尘拔俗的美，由鹤立鸡群这个故事侧面也烘托了嵇康的美。那么嵇康的美不仅是外在的高白这种美，这只是表，而嵇康的美更在于内在的神韵，这就是广陵散爵。那么嵇康为朋友申渊仗义直言，学司马迁为朋友辩护，遭到了钟会这等小人构陷，然后龙性难驯的嵇康用他的侠骨柔肠、剑胆亲心，成就了中国历史上最凄美、最壮烈、最富有诗意的死亡。临行前，3000太学生请求留嵇康一条命，尊他为老师。那么史书上记载，嵇中散临行东市，神色不变，所亲谈之，奏广陵散，曲中曰：元孝尼常请学此散，吾今故不语，广陵散于今绝矣。太学生3000人上书请以为师，不许，当然是朝廷不许，司马氏家族不许，文王一循讳言。后来司马文王到底后悔了。那么我们说在赴死这一天，嵇康让所有人见到了他的足以惊天地泣鬼神的浩浩雅量，夕阳余晖照映下，嵇康所琴而谈，那么广陵散从此绝矣。这种大气磅礴、雄浑壮烈的音乐，其实是嵇康浩大生命终结与悲伤的奏响。那么嵇康没有为自己的生命，没有为自己的死而有过多的浩瀚抱怨。那么我们说嵇康和刘伶一样，在内心中他是向往自由的，免于被羁绊的。那么这样一个临死的人，不关注自己的生命，却为一首琴曲的失传而耿耿于怀，喟然长叹，这是一个怎么样美丽的心灵，这是怎样的超越生命，这其实就是一种形神兼备的美。
1600多年之后，嵇康的隔代知音大文豪鲁迅先生分析其死因，认为呢，嵇康的剑杀其实是因为他的朋友吕安不孝，连累嵇康。但我看来，嵇康的死跟孔融的死有异曲同工之妙，这都是古代世人一种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精神的感召之下所做出的决绝的行为。嵇康是每一位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精神象征。我更觉得呢，在嵇康身上呢，传递了我们的祖师爷司马迁的影子，因为他们两位有太多的共同之处，只是不知道司马迁是否也是一个帅哥呢？谢谢大家对《世说新语》课堂的关注，请继续关注学国学网文化讲堂。